我这次来到李庄，我感受到呢，李庄除了热情的邀请之外呢，接待的非常的周到。那我也感受到李庄的这块地方呢，就是和台湾有一个很深的历史渊源的连结。那也是我们站在两岸一家亲的立场，我们真的很期望呢，两岸的人民呢，能够越走越深，越走就越融合。因为两岸就是共同的历史嘛，共同的文化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说两岸一家亲嘛，那两岸一家亲如果能够透过像我们来到了李庄，感受到李庄的热情，感知到李庄对我们的这个很亲切的这种接待，我们应该要把更多的这个历史的渊源哦，让呢台湾的更多的这个能够知道，能够带他们来认识这一块共同走过的历史记录，那不是增加了两岸一家亲更深入的融合了吗？